你只有怨你自己。阿老爷啊，你知唔知咩事啊？癫咗啊！麻烦你快啲睇下佢啦。我唔系你啊！我唔系你啊！妈妈，妈妈，你唔好惊啊！妈妈，唔好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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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唔好
有我同你爹哋喺度，你唔使惊，冇人可以害到你，知唔知啊？吓，嚟啊，唔好咁啦，冷静啲。吓，唔好理咁多嘢，唞下先啊。佢点啊？我啱啱同佢打咗针，佢病情已有稳定咗，不过千祈唔好俾佢受刺激，呢啲咁嘅病情分分钟都会变方。 我走先，我听日再嚟睇下佢。麻烦你医生，阿豪苏医生。啊，知嘢老爷。郭生，乔振波，系你女都麻麻咁样嘅，你咁讲咩意思啊？你自己做过咩？自己知道。停手，郭生，呢件事同佢一定有关。你停手，出嚟。 郭生，你唔使讲，而家你只要好好地睇住嫲嫲就得啦。你的确有头脑，你令到嫲嫲需要你、依赖你，连呢点你都计算在内，好嘢。 但系我对嫲嫲系真心，你唔使讲。郭生，佢哋今日走得一定有问题，乔振邦信唔过。我知，不过冇办法唔信。郭生，呢度嘢我会处理，你翻去睇住俱乐部。 小姐，翻咗嚟啦，唔该，将两杯茶嚟啊，好啦。
你點知我入咗嚟啊？做乜拍我喎？我點捨得嚇你啊？如果真係嚇親你啊！我已经尽力救你的朋友了，不过他的伤势实在太严重，推他出去。到时你们三个记得讲真说话。你找我們什麼事啊？我不得閒的，有事快點說。你又趕著見阿邦？不關你事。曼娜，你知不知道他一直在騙你？你妒忌他才這樣說啫。沒錯，我是妒忌他，但你知不知道因為關心你才這樣說？喬振邦他不是真心真意對你的。他對我怎樣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今次捉住你呢件事，同雷啟泰一啲關係都冇，而真正嘅主謀人就係喬振邦。你亂講！我冇亂講。佢同古茂祥夾份捉住咗你，跟住嫁禍俾雷啟泰，然後等郭山同雷啟泰發生衝突，咁佢咧，佢就坐收漁人之利。你諗下，如果雷啟泰真係捉住你，佢會唔會淨係韞住你嚇下你咁簡單？你今次被他利用了，他口口声声话爱你，而今次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你中了他的计。我要走。曼娜，如果你不信的，你去广济医院六号房，你到时咩都明白。小姐，是你哋，是你哋用枪追杀我的。我问你，边个指使你咁做？是咪雷启泰？是咪雷启泰？唔系啊！你讲啦！唔系啊！唔系，你哋三个仲唔将知道嘅事
讲晒俾郭小姐听。你讲系边个？你讲啦！有我喺度，你唔使惊。有咩事嘅，讲俾郭小姐听。唔关我哋事噶，系古迈祥同埋乔治暗帮指使我哋噶。以后嘅事，我哋咩都唔知啊。咩心事啊？你发咩脾气啫？有咩事咪讲出嚟咯？嗱，系唔讲啦嘛？好啊，嗱，前边咧就好多暗潮嘅。我将只船驶埋去撞烂佢，睇你以后仲冇得捞。以后冇得捞，仲好啊！喂，做咩啫你？行开！唔好咁啊，马良！唔好啊！我叫你唔好啊！行开啊！妈！啊！妈妈！你夹埋姑妈出嚟做？就是想我癲，點解你唔出聲？點解你唔再用花言巧語呃我？點解？係，你講嘅冚唪唥都係事實。喬振波，原來你一直喺度利用緊我。由你第一次见我开始，你已经有计划。如果我唔系郭庭君个女，你根本就唔会理我。你好卑鄙，你根本就冇中意过我。你利用我得到你嘅益处，我憎你。妈妈。你帮我！你听我讲，你做咩啫？你打，你即管打。你就以后都当我一个卑鄙的小人，你不会明白我。我实在是逼不得已才要夹埋师傅嚟呃你。如果我不是这样做，我和我师傅一定死在雷启泰手上。我根本就没得选择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？而家你一定唔会信，因为你唔知道，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。如果当初我唔系见到你同潘俊豪咁好，我就唔会对我哋嘅感情怀疑。
我更加唔会容许呢件事发生。你知唔知道我识咗你咁耐，我最开心系边个时间？唔系我做乔光公司赚到钱，亦都唔系我喺卡斯奴升职，而系我同你两个混喺密室嘅时候，因为嗰阵时你冇再任性，你亦都冇再刁蛮，你系一个好可怜而又好可爱嘅女仔。到嗰时我先至明白，我系唔可以冇咗你。唔系，唔系。我知道我是背你不起，但是我真的愿意为了你放弃我所有的东西。我只希望你给我永远在你身边。除非你真的不再喜欢我，阿邦，慢话，咁夜啊！到而家你仲唔想我讲嘅说话？你讲咩啫？慢话，我送你翻上去。嗯。一嚟。咩时候？我有啲事想同你讲，系关于文华同埋阿邦。快啲出场啦！嗯。郭生，我先走先。阿邦，你留一留喺度。郭生，郭生，浩哥，浩哥，人呢？嗰啲人呢？郭小姐放走咗。你放走佢哋，到底发生咩事啊？你自己做过咩，自己知道。我做过咩啫？你三个唔好乱讲说话。哦，郭生，我讲嘅全部都系事实，唔通你连我都唔信？爹哋，唔通你连你个女都唔信？阿豪，你唔好含血喷人啊！点解你要帮住佢？爹哋，唔好再嘈啦！由而家开始，我唔想有人再喺我面前提呢件事。你两个冇用噶。诶，大生，有咩心水啊？
我冇乜所謂啦，想玩下啲大細，玩大細啊？唔算啊。OK， 招呼下黎生過大細台，揾個好位俾阿黎生，嚇，隨便我黎生。你手拿咗。喂，喬生。喂，我見你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喂，唔見你好耐喎，佢邊時嚟啊？早排身體唔好，休息咗一輪。係咩？咁而家點啊？而家冇事咯，你睇我咁好氣色就知我冇事啦。係啦係啦，冇事啊最好啦。多謝有心。呢間賭場有你 H 啊，真係聲色不少㗎。黃經理，你真係太抬舉我啦！你咁好人士，真係等你贏多啲錢嘅。喂，你咁樣講法，即係同老闆賭米啫喎。哦，唔係咁講喎。如果個個嚟玩嘅都係輸錢啊，以後邊有人嚟玩啊？係有係係係，同生有啊。阿紅哥揾你喎。入嚟。潘生，我有事啊！阿波，我想同你赌一铺，唔够胆啊！我奇怪点解潘生仲有筹码同我赌啫？乔振邦，你唔使咁嚣张，你唔好唔记得，你始终都系我嘅下属。呢个世界冇一样嘢系始终，但系呢一样系。卡仙奴而家系我话事，将来亦都系。呢度冇一样嘢系属于你嘅。乜？原来而家潘生系卡仙奴嘅老板咩？唔系郭生啊？你嘅意思系话呢度所有嘢都系属于你嘅，但系好似一样嘢你仲未得到喎。漫画亦都系我嘅，喺我未出现之前，潘生可以咁讲。但你而家似乎你唔可以咁讲。潘生，你应该知道世事嘅嘢系会变。好，咁我由即管睇下你点变。不单止会变，而且变得很快添。呢啲只不过掩眼法啫，我系想正正式式同你赌一铺。你想点赌？只要系同潘生赌，点赌法我都奉陪。好，咁我哋先讲赌注。边个输咗嘅就离开卡仙奴，一切与佢无关。你敢唔敢赌？好。不过我同潘生你赌过咁多次，你都输俾我。我惊呢次都唔例外。阿伯，你唔好唔记得你讲过，你话呢个世界冇命，我今晚系信心十足。如果你真系咁有信心嘅，你今晚唔使着咗件赢家背心。郭生，你喺度做咩？冇，潘生话要同我赌一铺，我冇办法唔奉陪啫。阿豪，你系我呢度俱乐部嘅商理，点解要正经嘢唔做，做埋晒呢个无聊嘅？咪住！你睇嚟，你着成咁似咩样？郭生，因为潘生今晚同我赌呢铺赌得好大。潘生话如果呢铺边个输咗咧，就要离开卡先。你真系越嚟越放肆，边个走边个离开呢度由我决定。飲勝佢，飲勝，飲勝。
食啱食。区区一个乔振邦啫，就令到你变成咁啦咩？如果你咁样认输嘅，就唔系潘俊豪。我架车就喺嗰边啫，有冇兴趣同我去兜下风？潘生，我哋去。唔好再玩花样，你师傅就系古孟祥，唔系你最呃我嘅，即系当我郭定军系傻瓜。当年我同你师傅对赌嘅时候，已经见过呢个戒指。冇错，我师傅就系古孟祥，但系我点都唔会话俾你知我师傅而家喺边嘅。我只系希望知道，既然你系古孟祥嘅徒弟，点解要帮我做嘢？你哋两个联手，大开自立门户。我师傅而家年纪大咗，乜嘢野心都冇，佢只希望安安乐乐过日子啫。唔通时间？真系可以将人嘅斗志磨平嘅，起码郭先生你嘅斗志未消失啦。可惜已经冇对手，唔系噃？你师傅一定已经将所有嘅嘢教晒俾你噶啦。我唔会同郭先生你作对，我只希望将我识嘅嘢、我学到嘅嘢放晒喺卡斯诺，为郭先生你做事嘅。阿邦，我曾经讲过，你呢个人太聪明，太大野心，你系唔会全心全意帮我做嘢。但系我自问我自己尽晒力啦，最低限度，你已经唔肯将你师傅下落讲俾我听。如果我今日可以出卖我师傅，第二日我一样可以出卖你。郭先生，我相信你都唔喜欢用一个咁嘅人啩。我哋谂住翻嚟噶，师傅。师傅，你唔使翻澳门啦。郭廷芬答应以后都唔会麻烦你噶啦。哦，系真嘅，师傅，你留喺香港啊，等我以后好啲孝敬你啊。阿伯，你系咪同郭廷芬有咩协定啊？以后我就唔怕同师傅讲。系。我应承佢，我以后都帮佢手，所以佢答应唔会再麻烦师傅你。唉，阿伯，我唔阻止你帮郭廷官做嘢，但系你唔可以唔记得，郭廷官系千王啊！千王嘅吉言就唔相信任何人，佢讲过嘅话全部废话。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
先生，阿东，你走。系，师傅。阿婆，我向呢度，真系阻住你。庭坤，你又令我失望多一次啦。霍生，其实今个月卡仙奴嘅营业额已经稳定咗好多咯，但可惜达唔到我原定嘅目的呢。我初时同你合作系希望香港嘅首富，唔系你就我。睇嚟而家都几难。如果呢度调转系由你打你嘅，我睇情形更加不堪想象。俱乐部赚少啲钱都唔系问题啊。如果海沙專利權喺我手上，乜嘢都翻曬嚟啦！哦，原來你仲係記住海沙專利權嗰件事，唔怪你處處都針對住我啦。霍生，其實你唔需要羨慕佢啫。我哋本身已經有卡仙奴，只要動下腦筋，好好地咁利用下佢，想賺大錢啫，易如反掌。如果你肯侵股落嚟我哋卡仙奴嘅，我可以担保你好短时间之内就可以连本带利咁赚翻翻嚟。系，但系咁，关于俱乐部嘅事我一啲都唔懂噶。哦，呢层你放心啦。喺香港嚟讲，做俱乐部有边个熟得过我啊？我，郭生，咁你认为我侵几多股先啱咧？呢层随你意思嘅啫。庭坤，诶，霍生，乜咁啱啊？今次侵股嘅事系我同你，我唔希望牵涉第三者。我谂过噶啦，与其得我哋两个人，不如揾啲朋友加入，大家一齐玩，咁咪仲热闹。你唔系唔中意啊嘛？哼，你一向知道我嘅脾性噶啦，我唔中意同啲唔熟悉嘅人合作嘅。哦，今次侵股只不过每人攞10万蚊出嚟啫。如果你唔方便嘅话，我可以代你攞出嚟先噶。你何必要咁做咧？唔使，区区10万银算得系乜嘢？郭庭坤，你仲嚟揾我做乜嘢啊？你系咪想再害多我一次啊？我害你？哦，你系讲上次我将你嘅老千身份话俾你个女听嗰件事啊？唉，咁点算害你啊？我只系将事实讲出嚟啫，我对得住自己嘅良心噶。郭庭坤，大家都咁老朋友咯，唔通为咗咁小事你就同我反面？哼，我冇你呢种咁嘅朋友啊！嘿，王兴，你又系老千，我又系老千，而且大家都识咗咁耐咯，咁仲唔算系朋友啊？我话俾你知。我而家唔系老千，我系一个殷实嘅商人。你好似忘记咗句说话，所谓一日为千，终生为千。况且最近你仲曾经大显身手呃过我添。就算你摆脱得老千呢个名，喺你个女嘅心目中都永远有个阴影咯。你唔好喺度乱讲，你走，你走啊！咁又何必咁怒气咧？我今日嚟系有生意同你倾，我想同你借10万银。你放心，我呢份人好有口齿嘅。我知道你为咗同霍轩侵股嗰件事失和啊嘛，你怕霍轩控制卡仙奴啫，你都有今日啦。听你咁讲，你真系唔肯借俾我。借呀，本来你做老千呢个底牌只系得我知，
但系雨女唔肯借俾我嘅，咁好可能全世界都知嘅。就算你用呢样嘢威胁我啊，我都系唔借。你真系唔信我会讲出嚟？哼！我怕乜嘢啊？而家连我最深爱嘅女都知道呢件事啦，我仲怕咩其他人啊？你唔怕？你真系唔怕？我唔信你连我嘅底牌都敢揭出嚟，你知嘛？壁虎跳墙嘅后果系点啊？啊！王生，你饮啲乜嘢啊 ？Brandy， 我哋好耐冇见啦，听讲你啲生意越做越好喎，真系恭喜晒！我啲系小生意啫，点及霍生你卡仙奴做得咁大啊？唉，唔好提啦。哦，霍生，系咪为咗侵股嗰件事你唔系几开心啊？哦，王生乜你都知道咩？哦，略有所闻啦。哦，嗯，唔该。唉，本来咧我就想扩充卡仙奴嘅，点知田君又话唔够资本咯，佢又惊我啲股份大过佢，佢咪阻止我扩充咯。咁你同郭田君咪合作得好好嘅咩？系，不过咁，最近我发觉佢嘅人原来系咁自私嘅，做事啊独行独断。我喺卡仙奴啊，即系无权过问，我嬲起上嚟退咗股咧。如果唔系咁样啊，用乜嘢我啲股本俾佢食晒啊？你退咗股噶啦？正所谓人心难测，我情愿蚀底啲啊，情愿退股。汪生，你话系唔系啊？唉，咁啊系啊。到而家我真系心心不忿，佢都简直唔当我系朋友嘅。我真系想好点教训下佢。本来我想计划开另外一间俱乐部嘅，可惜啊，我又唔够资本。啊，汪生啊，啱啦，唔啱我哋一齐合作开一间俱乐部好嘛？啊，霍生，我对于俱乐部嘅嘢就唔系几熟悉嘅啫喎。哦，咁唔紧要嘅，如果你肯应承同我合作嘅。包保一定成功嘅，汪生，你唔熟悉啫，我对俱乐部好了解噶。如果你应承我嘅，我包保全个俱乐部我哋首屈一指啊！讲开又讲啊，如果我哋合作到啊，郭廷君边系我哋嘅对手啊？汪生，你意思点啊？既然霍生你讲到咁有把握嘅，咁我又唔可以拒绝你咯。吓，汪生，咁你即系你答应噶咯？咁我哋饮杯，预祝我哋合作成功。好。入嚟，郭生，喂，我咩事啊？阿伯，你知唔知今日系咩日子？今日啊？好似汪锦涛同埋霍轩佢哋签约搞俱乐部啊，冇错。郭生担心呢件事咩？唔系我担心，要担心嗰个人应该系你。你唔系好中意布局嘅，今次我亦都布咗个局。呢个局你听咗之后，可能会为汪锦涛一家人担心。郭生，你讲咩话？一个讲，系我表面上系同霍轩反咗目，等汪锦涛相信佢，拎钱出嚟同佢合作，然后我就会派阿浩去同汪锦涛赌。佢唔知道霍轩系佢身边嘅一个炸弹，我哋就可以天衣无缝咁将所有嘅钱赢翻嚟，等佢变咗个穷光蛋。咁点解你要讲俾我知？你同江志豪系好朋友，而江志豪系帮汪锦涛做事，亦都同汪碧晴行得好好，你哋嘅关系一定好密切嘅。呢啲系我嘅事啫。
你曾经同我讲过会全心全意帮我做事，但系我有少少怀疑，我想考验下你。如果你真系能够做到千门嘅最高心法，六亲不认嘅，咁我就完全相信你。佢哋系三点钟签约嘅，你仲有大把时间去阻止佢哋。